咁嚟到门嘅另一边咧，呢度就系一个饰品嘅柜。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其实本身咧呢一个柜咧系打横放嘅，即系真系啱啱好90度打横放咁嘅一个坐地嘅陈柜啦。咁但系我就觉得唔系好需要，所以就必将咗佢打洞放。咁呢啲饰品都有啲喺香港带过嚟嘅。咁呢个就放一啲文件啦，呢、这个就系一个玩具嘅 corner。咁我就放咗一啲 board game 啊，同埋 switch。咁呢都系啲收纳文件嘅用品。咁我就将个吸尘机放咗喺呢度啦。咁呢个都系我喺香港带过嚟嘅 projector 投影机。咁呢度咧。呢两个都系我香港带过嚟嘅浮油花啦，呢度就系我近排系喺呢度买嘅，因为开始近圣诞啦，多咗好多呢啲用品，咁就攞嚟装饰下屋企啦。咁呢度咧就系一张四人嘅餐台，咁有啲人会问我啊，点解屋企有地方，做乜唔放张大啲嘅餐台啊？同埋外国人系好兴一啲好长，即系8人、10人嘅餐台噶嘛。咁但系我自己就可能想间屋嘅空间咁大啲啦，多啲地方走动啦，咁所以就 keep 翻张四人嘅餐台。咁台上面咧都放咗一啲零食啦，咁呢度仲有啲 body lotion， 因为有时太干太冻啦。有幅挂画，咁呢度咧就系我平时成日。留恋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的工作台了。咁俾大家看看我工作台上面有啲咩啦。咁首先咧呢度有一部28寸嘅 iMac。咁另外就是我部 MacBook 啦，文具。咁呢度咧有只杯，咁都系我以前学生送上度特登带咗过嚟啦。其实咧呢张电脑台咧系二手家私嚟嘅，咁本身呢度应该系有个盖啦，但因为二手啦，有即系一定有啲损坏噶啦，咁个板就已经冇咗。咁我都有谂过会唔会配翻嘅，但系我喺香港咧咁啱带咗呢两个麻质嘅收纳袋咁样啦，咁我又觉得啊好衬翻呢间屋嘅主题喎，咁不如索性就放喺度，又有佢收纳嘅功能，咁又衬翻呢间屋嘅主题，咁我都觉得几好睇啊！咁呢張電腦凳咧，其實都係二手嘅，本身係一張好舊黑色嘅，冇乜特別嘅電腦凳啦。咁但我咁啱喺香港咧，就帶咗兩個 sofa 冚，咁但係 sofa 冚咧就冚唔到個 sofa， 但係又咁啱 fit 到呢張電腦凳喎，咁我就覺得都幾好睇，所以就放咗喺度啦。咁嚟到客廳嘅另一邊咧，就係見到啲陳架，咁主要都係放咗一啲我喺香港帶嚟嘅飾品啦。而呢度咧就系一张二人嘅 sofa， 咁其实都好舒服嘅。咁究竟部电视同埋电视机柜喺边咧？咁其实有睇我之前条片嘅观众，你哋都知道啦，我唔系一个特别中意睇电视嘅人啦。咁所以呢个位咧，夜晚就会变咗做我嘅私人电影院，就可以用翻我喺香港带过嚟嘅 projector， 夜晚就可以喺度睇戏啦。咁其实个 feel 都非常之好噶。就同大家睇到呢度先。如果大家想睇埋我楼下睡房同埋浴室，就记得留意我下一条片啦。再见。